有完没完？陈志远，目前场上出现了言语干扰其他选手比赛的行为，虽然日常的抗压训练和决赛中有这个环节，但是现在我看一下，你可得好好打。你说你这要打不好，设计队不要你了，你妈那住院费不就泡汤了？你说可怎么办啊？啊？直勉强吧，加油啊！稳住啊，手别抖啊，手怎么还抖？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？你不是看牙训练练得挺好的吗？别受我影响了，加油，好好打。我刚才都说了。你这要打不好，你妈的住院费，你说你可怎么办啊？你他妈有完没完？陈志远，大哥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怎么没事吧？队长，暂停比赛，撑啊，赶紧去，队长，快！哦，快叫队医。呀，沈清源受伤了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沈清源中弹受伤了，看什么？凑什么热闹？别干活！怎么会这样？枪走火，沈清源的腿受伤了，周总。天哪！队长，是不是很疼啊？医生，他伤的严重吗？这得亏是气手枪啊，虽然有贯穿的现象，但是杀伤力呢？还不止于上级筋骨，不过腿部肌肉损伤对需要久站的运动员来说不可小看啊。我们现在呢只能做简单的止血包扎，建议立刻送往医院做轻创治疗。唐立奇，打110。没想到啊，这几句话威力这么大，这抗压训练都白做了。这海雅队扛把子废了，以后就成了三流队了。教练，比赛还继续吗？还是说另换个时间？5分钟之后，继续考核。好，大家继续准备吧。都别拍了，打得好了已经，马上就到。周月，他不就仗着自己是个外队的吗？一会儿团体赛你还得上啊，不能让小闪白挨这一枪，你要调整好状态，打出好成绩。